什么？ 我要先找到目标。
水就是生命，在万域，它已经变成稀有资源，一种我们要牢牢控制住的资源。我们是高等生物，现在时机已经成熟，我们一定会夺回在这个世界里的地位。跟你们这些生物交战，根本是贬低自己。但你让我别无选择。